排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别离店的街角，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是脸般的微笑，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我先给你们做个示范，看好了。下跑过杠，两腿并拢，身体不能弯。来，第一个。一、二、三。下一个。一声使劲，好使，来，有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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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请，有请，有请！天啊，笑死我了！太烦！是啊，今天一个人下来，耍帅挺有本事啊！你这半个月的肌肉是白练了，把扣子扣扣紧吧。你也好不到哪去。下一个，加油！一、二。二九三十，一个，你们现在总数加起来还没到60个，还有没有人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来，老师，顾海刚做完100个俯卧撑，胳膊早就没劲了，让他下节课再来吧，要不然不公平。怎么？下节课，您先来吧。您先坐，等您坐完了，我做你们的总数。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来，大家一起来。拿着衣服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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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争取做几百个，我需要你长时间的配合。加油，老师你不行了，老师，快都到100个了。
受什么刺激了？同学们坐好了，我们上课了啊。哎，后排那个男生，咱们可不先光着膀子上课呀。老师，我这衣服有点问题啊，我马上就处理好，两分钟。啊，那你快点啊。算你狠。我操！我说这位同学，你要是喜欢光着，就到教室外面去，别人怎么看，我管不着。可别在我的课堂上，这严重影响了我的讲课心情。你丫缝了多少针呢？你做了几个引体上将，我就缝了多少针。爸，嗯，今天的饭不是你做的吧？这是你周婶端过来的，当然不是我做的了。哦，爸，您一年到头都在人那儿吃早点，现在连晚饭都惦记上了。哎，要不你把他娶回来吧，这样早点钱都省了。胡说什么呢？他家那位啊还在呢。一年到头呀，见不到个人影，在和不在没什么区别。人家那是在外面忙大事儿。怎么没去？人家不可能两口子守这么一个早点摊儿吧，是吧？还大事儿呢，大事儿让媳妇这么奔波啊。哎，找洛音，英子，嗯，丫头打来。喂。知道我没看，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。那你也应该知道，我这人就这么决断，分手了就是分手了。看我给你发的邮件，每一封都看，否则我就天天往你爸的手机上打电话。不是，石慧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讲道理呢？都是你给逼的。哎。哟，今天没迟到啊？我早上3点就醒了。几点睡的？2:50。合着一宿没睡呗。不好意思啊，捡个东西。告诉你，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你别招惹我。心情不好？乐极生悲啊？你听不懂人话啊？嗯，我还真听不懂人话。好，同学们上课了。今天的早自习我们背第三单元的单词，首先翻开第八页。先由我领大家读一遍。哎，你说你校服都破成这样了。Which， 就算不舍得扔，也该补一补吧。Who， 是不是那俩线都给我用上了？你能不能别评了 ？Brother，Brother， 保证不打扰。Father，Father，
Sister. Mother. Mother. Room. Room.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以为。跟我出来一下。肯定不打扰你，你还起来骂人？你说你是不是傻啊？啊？废话呢。刘鑫，咱俩换个位置吧。换位置干嘛呀？你别问了，就当帮我个忙。是啊，他推的我。借助长方体模型，平面的 A、B、C。内两条相交直线 ，A 点、B 点，分别与平面的 A 撇、B 撇。老师，我胳膊脏了，我要去洗一下。快去快回啊 ！AC 与 BD 分别平面于 A 撇、B 撇、C 撇、D 撇。A 撇、B 撇、C 撇、D 撇，平行。此时。平面的 A B C D 都与平面的 A 撇、B 撇、C 撇、D 撇平行。平面的 A B C D 平行于平面的 A 撇、C 撇、B 撇、D 撇平行。由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可知，这两条相交直线 A C B D 都与平面 A 撇、B 撇、C 撇。此时，你以为啊，板门凳手脚，我就进不去了。A C 与 B D， 哎，分别与平面的 A 撇、B 撇、C 撇、D 撇内两条相交直线的 A 撇、C 撇、B 撇、D 撇平行。这两个平面平行，刚才不是打电话说老师晕倒了吗？那门怎么还开不开了？快开门！主任，我也打不开呀！快把门开开！我来吧。你就是白若因，到我办公室来，说清了。
你这是损坏公务，说重了，你就是思想道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那求救电话是随便打的吗？啊，那门锁，你说换就换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说你怎么能办这么幼稚愚蠢的事儿？损坏公务，就得赔钱。明天，你交100块钱来。为什么要赔钱？那两把锁又没有坏，我现在就能恢复原样。你动过了，就得赔，这是规矩。我们家穷，赔不起。赔不起你就动得起啊？你还弄什么专利？行，不给钱是吧？把你家长的电话号码给我，我找他要。你找他要，还不是找我要呢？少废话。号码：186-8888-2901。我是白洛因学校教导处的主任，你儿子在学校毁坏了班里的两把锁，我让他赔偿。他给我来了句什么？我家里穷。哎，我倒想听听你们家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，弄坏了东西都可以不赔。家的锁都坏了快5年了，都没换新的。这5年里啊，没有一个贼进来过。您说我们家有多穷啊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今天这么大雨，你就别自己打车了。嗯。小海，首长说今天是夫人的生日，想请你回家吃顿团圆饭。回我的就说。小海，我说回我的。跟着他，江海，你为什么不把他叫上车？哎呦，赶紧收了吧，这部长。哎哎，回来了，啊，来了，下雨了。小海，要不要下车帮忙？不用了，回我的住处吧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制造电啊？哎，等会儿。哎，刚给我就后悔了。这东西不是你买的。你要不想吃，可以扔了。但别借花献佛啊。东西是你买的。你不早点说呀！我要知道是你买的。我饿死都不吃。可是你已经吃了。
是你放我桌上的。你要觉得过意不去啊，你把钱还给我，一共32，我给你抹个零头，给30就成。你家是开早餐店的吧？没生意，所以想出这么个损招啊？哎，我家还就是开早餐店的，专门问这种傻子。双手听不见我说。